看到，就是说他们这个主播很像他这个很了解，他用篆书入画，他用唐朝的那个，那都很像啊，都非常不一样。他说这是这样提的，他不是说上面提。不一定要学他的，有上面提。他们脾气蛮多大哦，怕他那个，没事，你先别提嘛，另外一个人。正好他那个唐朝落花文物一个一朝风流记。配送的，这样你们可以等下。